现在来到了 Zero， 我们听 Vivian 怎么介绍他的轮组。嗨，欢迎大家来到台北自行车户外展区。我们现场呢有户外的赛道，然后也可以跟我们借车去体验我们的轮组。那今天比较特别的是说，我们除了有登山车 27.529 的，还有 gravel 的轮组哦。那所以现场它有很多碎石路，还有一些土的状况是非常可以适合用我们家的轮组去感受它的轮组的惯性。所以欢迎来我们的摊位跟我们借轮组，然后只要到我们这边填写问卷，我们就送你水壶。我们还有好用的脚踏车鞋带，记得要来哦。我们是 Zero。